袋我是信的呀。蜜儿的小情郎，蜜儿等了你半天呢。我们走吧。人家听说啊，汴京王家今日请了皮仙儿在和方街演牛郎织女的弄影戏，兴许这会儿啊就要开场了。小情郎决定了的事，蜜儿我会不答应吗？你觉得皮仙儿唱得好吗？你紧张什么？人家就是随便问问。听戏听了这么久，有些无聊罢了。前些日子，人家在城郊购置了一处庄园，现在想去那里走走，要一起吗？再高些，往左一点。哎呀，过了过了，再往右些。停停停，就是这儿。
人家是在高兴，高兴你这么紧张我。人家本来打算和你在杭州城玩到何方必逝，不曾想过带你来这儿。哎呦，蜜儿的小情郎，这是生气了？还说没有，说话都是一次一次往外蹦了。好了，蜜儿和你说实话。其实，从听了皮心的戏开始，人家的心情就不大好了。那皮心分明就是在胡编乱造，在他口中，牛郎织女都是神仙，故事自然就美好了。可是抛去星宿转世那些骗人的玩意儿，牛郎根本就是个普通的凡人。倘若他的说法果真成立，那么牛郎苦苦厮守一年的光阴，对织女来说只是睡了一觉的功夫。兴许一开始两个人还能坚持下去，可是时间久了呢？一个年复一年为相思熬断肠，一个日复一日欢欢喜喜等牛郎，谁也不能真正理解谁，彼此之间互相折磨，最后除了一拍两散还会有别的结局？时间与空间的不对等，注定了人与情感无法得到应有的自由。你知道葡萄的别称吗？传说中，龙是应云雨而生的神兽，能够自由穿梭于天地间。葡萄还有个名字叫草龙珠。如果两个人能够吃下对方喂的葡萄，即便来日时空相隔，只要心中有彼此的存在，有朝一日定能重逢。七夕姐听了皮心的故事，人家思来想去实在觉得有些晦气，这才带你来了这里。蜜儿的小情郎，人家手中的这颗葡萄，你是吃还是不吃呢？怎么，人家也会有小女儿家的一面，你不喜欢？